继去年七月出版的《文静》一书，掀起了一股心灵与禅修的风气，许多信众读者都深受新道法师的慈悲心所感动。今年九月，在万众期盼之下，一本贯穿新道法师40年禅修与佛法精髓的力作《停心》，由向树林文化正式出版。我们每分每秒都在呼吸，却不知道呼吸是如何发生的，甚至连怎么呼吸都不知道。想想生活上最简单的事情，竟然是我们最不容易做到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本书从具象的呼吸进入到佛法的核心停心，分享了禅修过程中会遇到的状况与经验，尤其是佛法中六妙门的要义，为禅坐修行者指出了一条实际可行的明路。在这个签书发表会上，许多信众读者纷纷把握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到现场与新道法师相见欢。新道法师一开始就直接带领大家进入禅的实修境界。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眼观鼻，鼻观嘴，嘴观心，心无所观。灵鹫山呢，一路都是在社会做一些心灵的一个鸡汤的事情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觉得呢，我们的社会需要很好的这个心灵的良药，也一直希望呢，就是社会健康，人心和谐啊。也就是说，怎么让我们的社会呢，彼此之间能够共存共荣，相依相存，让我们共振共鸣的在这个生命的大熔炉里面能够有一个彼此照明的功能，让信仰来照顾我们的这种心灵健康，怎么让我们呢生命呢找寻归宿的地方。签书会当天，国策顾问黄兆松大德也亲临现场，推崇新道法师10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台湾心灵白皮书的努力。慢活，充实自己，充实自己的精神，充实自己的心灵，才能够热活。师父的书里面，我相信是提供了怎么样充实心灵的一盏明灯。若说文静是新道法师的观音法门，这本停心则是更接近新道法师禅修多年的所见以及法药，因为所有外在的难题都可以从内心找到解决。新道法师要让有缘的人都愿意去尝试禅修，有勇气走入真实，一步步解脱身心妄执的习气，心安，地球才会平安，停心才能找回心的源头，才会找到创造美丽新世界的原动力。新道法师常告诉弟子，不管工作有多少，行程有多满，不管什么修法，什么功课，其实就是一个照顾念头而已。希望大家都来做佛法的圣种子，让文静停心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勤学常修的一门功课。亲身体悟后，相信你会越来越喜欢禅坐实修。好，现在放下书本，停心就在此刻。